大家好，我是林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乔伟丁丁。大家好，我是郭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eddy 陈湘西。我在《查无此人》当中饰演的是无身份作家司徒乾。我在电影《查无此人》中饰演的是干练女警陈琳。我在电影《查无此人》当中饰演一名退役佣兵。我在电影《查无此人》里面演的是一个很凄惨的金牌杀手。这是幽灵作家重获身份之旅，也是杀手组织掘土之外的正义对决。想知道结果如何吗？爱奇艺12月2日，电影《查无此人》陪你一起破案。12月2号在爱奇艺《查无此人》等你哦。12月2日哦。金牌杀手会在爱奇艺的《查无此人》等你哦！记得12月2号锁定爱奇艺。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偷偷告诉你，其实我也有参演这部剧，大家来《查无此人》找找我吧。